骑士，看左边，然后他预备式的话就蹲下来，左手在下，右手在上，只要是往上的这一个手在底下，往上这个手在底下，粗的这个拳在上面，好，好，一架打上架，粗直拳，这叫直锤，衰落呢就这下扎下来，扎下来，然后一样，跟着靠边的。二，换边。这一下呢，有一个什么？有个四六步变什么？变功夫的过程。所以腰一样，要这样转过来。这个扎下来呢？身体要有一点点一样，腰要有点就是稍微带下来，顺下来就对了。